冤枉啊！大人，大人，我冤枉，叫你不成啊！冤枉啊！孙大人受苦了，皇上召见，命老奴前来相请。恭喜，你要复出了。孙大人，事态紧急，再没人力挽狂澜，大明社稷不保啊！罪臣孙传庭拜见吾皇万岁，万万岁。战事紧迫，按你的估算，许多少人马可以荡平刘贼？5000精兵足矣。5000人马前往赤脚，不嫌少吗？加上当地驻军，应当足够。贼寇乃乌合之众，不足为惧。哼，当地守将若听调遣，何至今日？本官虽不曾学医，却也知这大黄属虎狼之药，你方中用量之大，足以让常人毙命，你作何解释？这是他们家门口倒的药渣子，用的根本就不是我的方子，请大人明鉴。这些药渣子我都看过了，里边有人参、黄芪，这分明是一剂温补的药。可那天我给他爹看病的时候，他爹是舌苔黄厚，心腹脾满，这分明是邪毒已经入里，所以我才开了泻药，邪去才能正安。老爷，我爹就是吃了他的药，一直就拉稀，他怎么会？废话，那不拉稀怎么能去邪毒啊？你爹呀，已经是正虚邪实了，再吃补药就等于吃毒药。你放屁！我爹只吃了他一味药，怎么能？放肆！你换医生的隐情为什么不提前禀明？肖安，回去料理后事吧。谢老爷。谢老爷。吴有可，你行医用药异于常规，这次算你侥幸，从今日起不许你在本官所辖境内行医。废言前定则不谈，事前定则不。伸手。啊！再背不下来饭就不要吃了。整天贪玩不求上进。知道了。老爷，老爷回来了。夫人，夫人。老爷回来了。说，你们还有几个人？口说，剁了你狗日！他娘的，吐了我一脚！就这怂样，还想造反？有人来了！抄家伙！干什么的？行医的。行医的，搜他！我堂堂正正的医师，一没偷盗，二没造反，光天化日之下凭什么打我呀？我又没犯法。
哪来的？叫啥？叫吴又可，苏州东山人。往哪儿去？到潼关投奔友人。大哥，正好让他看看你的伤，验验真假。你过来。官爷，我们医者有六不治，交资不论于理者不治，还有点小脾气。老子先挑了你的肠子，再办你个通匪，我看你治不治。哎，这位大夫，多有得罪。这年头啊，兵荒马乱的。哎，这不，他们刚刚抓了一个流寇，担心你是他同伙，兄弟们出手重了点，别太往心里去啊。刀口够深的，看这个人的病势，不像是个流寇啊。岂止是流寇啊，还是个匪首嘞。他这病要再不治啊，恐怕命就没了。匪首的病你不看，你是吃饱了撑的？就算你看好了，明天也是一刀。雨停了。你给官军治伤的，拉下去，一块杀了！别杀他，别杀他！援剿总兵贺仁龙现在何处？按都师所召，陕地各路人马除了贺仁龙，都已到潼关集结。嗯。今日这票啊，干得痛快！喝喝，来！是是是是是！参见总兵大人。都起了吧，孙传庭都快到行辕了，赶紧赶路。行吧，走。在你兄弟手下留条命啊，也算是幸运。哎，看你这样子也像是个读书人，怎么也造反了呢？小弟李天佑本是秀才出身，连年灾荒，瞌睡不减反增，乡里众人活不下去，准备投靠闯王，没想到路上遇到了兵，先生医术精湛，要不然跟我们去投奔闯王，将来得了天下也好衣锦还乡。世代更替，谁知道是福是祸啊。来，
龙，拜见都师。何疯子啊，何疯子，我可真想你呀、啊！困在牢狱方寸之地，想的都是和你并肩作战驰骋之时。都师，不是属下有意晚到，而是半路上遇到一群流寇。哦，来，弄上来。都师，看。干得好！贺总兵进献流寇首级，造册，领赏。皇上啊，念你战功卓著，对你另有赏赐啊！真的、啊？各位贺家军的弟兄们，你们辛苦了！你们贺总兵正在和都师饮酒叙旧，都师特意叫我来犒劳各位杀贼有功。弟兄们，谢过都师。来，谢谢都师。来，我贺疯子谁都不认，就认你。认得好，认得好。来，准备听旨。贺仁龙听旨，臣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贺仁龙身为总兵，于开县率部花归，致使剿贼军士功亏一篑；又于项城、襄城临阵脱逃，抗旨不遵，拒不出兵，罪责深重，国法难容。从今而后，潼关没有贺家军，只有大明军队。孙传家，此时贺仁龙该人头落地了。如今孙传庭手握闪地军政大权，若他也不受控制，该怎么办？皇上自有圣断，老奴岂敢多嘴。查元剿总兵贺仁龙拥兵自重。哎呀，这是元剿总兵贺仁龙啊，可不是吗？岳大人犯了什么罪呀、啊？这么大的官儿没法给杀了呀！早晨起床的时候，我连推他几次都不见动静。再一看，这整个人都僵硬了。昨晚他可有不适？他说身上发热，然后还吐了一回。我们以为他是水土不服，没注意啊。尽是屁话，哪有水土不服那么快死人的？是啊，小的也是这么说的。从症状上看，他是突发伤寒而死。近来四时不正，气候反常，士兵偶发伤寒，不足为虑。有赵提令这句话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不过眼下战事当前，不敢大意啊。指挥使放心，老夫随叫随到。快把他抬出去埋了，多给点抚恤，免得这件事扰乱了军心。是。
先生，你是？哎呦，又渴。先生，多年不见，寿晚辈一拜。哎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云叔啊，看谁来了？小梅这么年轻，就守夫校，实在是不幸啊。我那女婿可怜呐，在关中做个小吏，去年死于流寇之手。哦，当年老夫要是把小女……不说了，不说了。我只知道你辞官做了游医，却不知道为了什么。啊，在太医院期间，整天看那些庸医弄拳，实在是不想混了。又可又担心忘了行医的本分。啊，原来如此。只是做游医风餐露宿的，各种的艰辛，实在非常人所能担当啊。想当年，我把李自成打得只剩一十八级的时候，我身上穿的就是这甲胄。如果不是这几年这些闯贼做大的话，我跟他早就安享太平了。会使任旗，属下在。开始。遵命。举枪！放！准备点火。放了。能用吗？发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冲啊。任指挥使，怎么回事？属下接管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兵员弹药无法补给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。哎，兄弟，你怎么了？醒醒啊！嗯，哎，兄弟，醒醒啊！这又怎么回事？回都使，时下四时不正，气候无常，他们前两天就病了，属下已经找来大夫治疗。总督大人，启禀总督大人，皇上有圣旨到，请您回行辕接旨。孙都使，皇上的意思很明白，就是催促都师火速出关入狱，解开封之围。请皇上放心，本都这就查验军备，出关剿寇指日可待。爹，没药了。没药了。乡亲们，药都食完了，大伙儿改天再来吧。排一天了。乡亲们，中原打仗药材吃紧，我也是无能为力呀，大家伙儿就先请回吧。啊，请回吧。这又没药了。这些年呀，药材越来越少，医官的薪俸也是时有时无，我看这惠民药局也快有名无实了。
赵提领，营中人指挥使有请。这大军啊，不几天就要出关了，可这两天各营几乎天天都有人生病。哦，你看，咱们先去哪个营啊？啊，先去白虎营吧。好。来，伸舌头。哎，把舌头伸出来。赵方抓药。哦。赵方抓药，越快越好。好。哎，指挥使，您看，这个赵提令，这二人都是发热呕吐，为何药方却全然不同？是不是有误啊？哈，同病不同医，乃医家常事，辨证用药并无不妥。游客呀，嗯，你为何不用伤寒经方呢？啊，先生，我觉得此症绝非伤寒。啊，莫非？老夫诊断有误，来，我看看。从脉象上看，分明是伤寒常见之症，你为何认为不同呢？啊，但凡寒症，发热、恶寒、脉浮而硕，但他们热而不寒，实为瘟疫初起之症。这次发病不在行军途中，而是在安顿营寨之后。如果说是夜有寒凉，他们当中呢一两个人受寒感冒，倒不足为奇，绝不可能在一天之内，整个营帐所有的人都受寒发病啊！我觉得更像是人吸入了邪气。这风寒暑湿天之常气，入侵肌肤所感，这为世代医家所遵循呐、啊，何来邪气之说呀？晚辈只是从成百上千病患推测而来。并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没有确凿证据，怎么能够妄加猜测呢？不，学生之事，师徒之争，能否回药局再说？眼下兵士们急等着赵方抓药，最好告诉我该听谁的。指挥使，又可初来乍到，尚不了解此病成因。此次营中诊断，老夫全权负责，就照我的方子抓药吧。先生，我虽然没法向您证明病邪的存在，但毕竟诊治过成百上千的病患，此法还是颇有疗效的。游客呀，伤寒论历经千年，不能因为侥幸治好了几个患者，就对医圣不敬啊！如此狂妄忤逆，实为我医家之大忌。医道。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，岂能混同于道术，用一个邪气做解释呢？正是因为医道乃人命关天的大事，我吴又可才不愿意将错就错。又可，明天军营之中，你就不必去了。这种火器能用吗？为什么不整修？大人明鉴，小人数次上书请求拨款，却一直没有答复。大人恕罪。停停
汪汪，汪汪，汪汪，看见你了，看见你了。嘿，汪汪，汪汪，我上来抓你了，我上来抓你了啊，我上来了。总督大人到，快走，快走，别出事儿，快走。总督大人，梁公主拜见总督大人。总督大人，大人。总督大人，吓死了！总督大人，大人请用茶。大人，这是历年的存粮记录，请大人过目。哦，大人这边请。存粮不得低于此限。哎。此线牵一发动全身，可以说是我军的生死线。保粮有道，护仓有方。好，终于有个尽职的。大人要来查过，想一次蒙混过关，潼关的粮已经数年没有足数了。该死！是您，来过来，出去玩去。爹，醒醒。单说五千精兵足矣，到如今居然要朕追加钱粮，还说什么兵心木不堪用。开封重镇苦守三月，每天死的都是朕的子民，岂容他从容练兵？老奴斗胆，若果真如孙传庭所说的粮饷不足，兵士未经操练，那出关迎敌未必能有胜算呢。孙传庭所率的可是我大明朝唯一的精锐了。开封不保，则京城不保。倘若给了钱粮还不出兵，岂不是又养了一个何人龙？这卓兵部再催其出关。是。
来来来来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别动啊！一会儿就好。拿过来，别动啊！按住他，安静点，安静点。一会儿就好了。怎么样？通体肌肤如冰，指甲青黑，脉搏细微，这是阴症。用辛温大热的附子汤，定可奏效。都市这几天脾气甚大，死亡人数还瞒着没报。要是还治不好的话，我可也瞒不住就这些吗？现在的铺银只够买这些了，一刻都不能停。朝廷拨下的军饷就要到了。报！兵部六百里加急文书。又是催我出关的。上面提到给咱们的方向，何不重赠兵粮？只字未提。当初说几天之内疫情必定减轻，可现在我的人天天在死，有增无减，这他娘的怎么回事？此次军中大疫实在是不同以往了，好似鬼魂附体一般。你看这麻黄桂枝解表，黄芪白术补气，此乃祖宗传下的经方啊。我不管什么祖宗不祖宗的，我最多再给你三天，三天过后要是还不见成效，就算都师不拿你祭旗，这帮当兵的
你的话一声突破波浪。朱师啊，在座各位的名帖都附在外面的那些孝敬上，然后送到府上，望大人笑纳。多谢各位乡绅款待。 传庭驻军潼关，还得仰仗各位鼎力相助。那当然了，都是言重，为国分忧，实乃我等分内之事。<笑>诸位，哎，停停停停！实不相瞒，潼关军饷两缺，但国库空虚，皇上无力拨调。今日本都来此，实为梦想之事。 还望各位解囊相助。国家有难，理应鼎力相助，但不知都师需要多少银两呢？以目前之事，至少缺饷10万两白银。10万两？多少？10万两？10万。 这么多呀！都师啊，不是我们不愿意。这灾荒大凶之年，我们有些家业不假，可开销也大，朝廷里的各种孝敬也总得打点，实在是匀不开呀。倘若潼关不保，各位手中的田亩、家中的金银财宝、妻儿老小也都保不住吧？ 到时候，还不是都拿去孝敬闯贼了？都师所言极是啊！来啊，白银500两不成敬意，100两。 朝廷方面，我再打发人，送个折子上去，也许皇上会多给我们拨些粮饷下来的，啊，这些。 是你们给孙传庭的，这些是你们给大明朝的。大明朝如果灭了，你们给我孙传庭有什么用？二分守备。 八分屯田，大明开国至今，军库就是以此为生。守屯结合，与兵与农。这些屯田现在都到了地方豪强手里，屯兵制名存实亡。所以我们要勘探田亩，核定军库人数，追缴这些豪强历年积欠的军粮，以补库银。 谁啊？吴大哥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云叔，哎，先生在什么地方？我爹进军营了，最近病患越来越多，他都好多天没回来了。哦，那我去找他。哎，云叔，我可以证明瘟疫是怎么在人之间传染的了。 那又怎么样呢？来，看见了吗？看什么？飞尘呢？你看，看，这飞尘呢，平日我们看不见，但并非没有。病邪就像这些飞尘一样，在空气中来无影去无踪，闻不到也看不到。 我给它起名叫戾气。
如果我吸尽力气，然后染上了瘟疫，再呼出来传给你，你呼出来再传给他人，这就是瘟疫的传播途径。就死，滚！喝药，你得喝药啊！滚！梁生哥怎么了？哎，哎，生哥！喝药！哎，生哥别闹了，赵司令让你喝药呢。哎，咋了？鬼神附体了！给他喝药！大哥，你起来！喝药啊！这，王生哥，你们愣着干什么？给他喝药啊！兵士们都慌了，说是触怒了瘟神，要给咱们降灾呀！一旦这眼角流黑血啊，肯定是没救了。只要沾上这种黑血，也会得病的。说的是啊，哎，我亲眼胡说什么？真的是啊，指挥室，张川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帐子里的病人，帐子里的病人都不肯吃药啊！为什么不就是他们来索命来了吗？我不甘心呐，我不甘心呐！快拦住他！你们说说，你们说说，一家传承祖宗六法，就算不能救人吧，过来，也不至于杀人呐！别过来，别过来，这是哪儿不对了？这是哪儿不对了？指挥室，怎么办？苏昭营里其他军医过来。是。我要见赵廷岭，赵廷岭在哪儿？我要见。赵廷岭在哪儿？找他做什么？我要告诉他瘟疫是怎么传染的。什么瘟疫传染？军中瘟疫蔓延。是因为天地间另有一种利器，它能让人治病于无形，一旦有人患上瘟病，就会通过呼吸传染，这就是为什么同一营帐内相继染病的道理。你能治？首先要告知全城百姓，大疫将至，务必人人小心，再有就是隔绝病患，以防人人传染，还有就是开窗通风，以防疫气聚集。放屁！竟在这里危言耸听，如此一来岂不军心大乱？流寇不打，自己就败了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军营外的村庄人都快死绝了。你再不下决断，整个兵营、整个城，没有一个人能活，你我都得死。这是谁的问题？说。本来每天只死几个人，自从服了军医的药后，不减反增，现在每天都要死十几个人。混账！都是属下无能，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！如此无能，我留你何用？杀！都是饶命！都是饶命！都是饶命！
调其他军医火速来营。都师，这是最后一个，其他医师都逃了。属下有一事，不知该讲不该讲。叔叔，嗯，苏泽有队啊。哎呀，得走一段时间。要不要跟我一起走啊？苏州还是很好玩的。真的要走吗？啊，给先生烧完头七纸，天亮就走。您说，潼关战火将至，又临大邑，你们母子二人在这儿实在是凶多吉少，还是跟我一道走吧。你也不嫌我晦气，副校未尽，右守副校。到了，同志。谁是吴有可？在下便是。滚！起身，都师大人到。照你说，天地之间的戾气和雾气一样，不可捉摸。正是。人在呼吸间，不经意吸入戾气，转化为异邪，盘结在体内的魔元之中；而伤寒之邪，则是通过肌肤传入的，就像浮云飘着，没有根基，下要基础。但是，异邪藏在魔元，就根深蒂固了。七年前，镇守潼关的总兵龙世威，就是因为军中大意，才败于闯贼。今日瘟疫又重现此地，难道天要绝我？我问你，我若是让你治疗，你可有把握？啊？回都师，我吴有可只是一介游医，才疏学浅。不可能担此重任。刚刚说的斩钉截铁，真要委以重任，又临阵退缩。怪不得我大明有今日之祸，都是因为你们这些人面对国家存亡之际，不敢挺身而出。你说你多年来寻找瘟疫传染之力，到底所求为何？倘若学不能治用，那学又有何用？这可是数十年一遇的大意啊！我吴有可也只是治愈过单个病患，毫无控制瘟疫蔓延的经验啊。那位赵提领，我虽未谋面，但也知道他是救治伤患，以身殉职。你也号称是学医之人，可惜你没学到他舍身济世的医道。今天晚上你收拾一下，明天一早到军营来见我。回营。任奇，在。派兵士保护，务必明早把他带回军营。遵命。飞马，走，快，驾！那些当官的话，你无需当真。姓孙的那么说，无非是为了挤你入营。逃是死，到军营。质问失败也是死，倒不如像先生那样以身殉职，死得其所。他要是真的认为我爹的死是为国为公，那为什么到最后陪着我爹的只有那顶破草席？大义之年，也许这就是医者的宿命吧。来，哎，
还是要入营。啊，我开了个方子，你和孩子务必坚持每天煎服，以防传染瘟疫。达人饮。嗯，我想孙传庭说的并非没有道理。我学医这么多年，到底所求为何？好了，你赶紧回去睡吧。我呢，还得再想想明天进入军营以后应该怎么办。也许你留在潼关，也是天意吧。哎，带我去见孙都师。起来了，起来了，哎。若想要我治疗此疫，我有几个条件。讲。其一，先师赵川因公殉职，他家里有孤女，还请都师重金抚恤。准。还有呢？在我师治期间，无论我的方法如何不被其他医家所接受，中途不得换人。准。吴有可愿领此命，以毕生所学与瘟疫一搏，不成不退。吴有可，你可知道什么叫做军中无戏言呢？吴有可明白。那好，我让你放手去治，任指挥使在，你一定要全力协助。属下明白。此次治瘟，事关战事成败，大明存亡。倘若成功，你吴又可名垂千史；若失败，你我将和这数千官兵一样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别怪。扶着我，扶着我！别跟着你们！斩舌头！你们吐舌头干嘛呀？把舌头伸出来，让我看看。给他系黄布条。把舌头伸出来，伸出来，我看看。嗯。给我白布条，来，胳膊，胳膊给我。大家听着，画地为界，系同一颜色的布条住在一个区域，不得越界。都师，请用紫禁果令。我堂堂主帅挂帅破布，成何体统？去。不行，他这几天了。三天了，来看看这舌苔啊，这就是湿热易邪、浮于魔源的重症，最危险。来布条。还小，大意之时，待在这儿我实在放心不下。你们还是先回老家避一避吧。
你要是每次出入军营能像其他人一样戴上面巾，我就更放心了。放这个呢，这个不能放。走走走。哎呦，哎，谁让你用这么大火熬的？这还能喝吗？不是说了吗？用小火慢慢煎。到了，重新熬。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，要敞开通风。娘，我也想吃。小心烫啊！喝你的药了，我不喝了，喝了你的药，天天除了拉稀就是拉稀，拉稀就对了，能排出体内的邪毒，这样你就能吃点东西，慢慢元气也就恢复了。来喝啊，兄弟喝，来，起来喝药了。哎，兄弟不喝药怎么行啊？啊，兄弟来，我来。喝药你们怎么能好呢？啊，喝，喝药不是邪毒，你们怎么能好呢？说以往都是药到病除吗？怎么这次还不见效啊？他们都不相信我，连药都不吃，病怎么除？啊！谁让到这个区来的？赶紧出去，这不能随便进。走。我兄弟就是喝了你的药喝死的，你还让我们喝？我打死你！王八蛋，想死个痛快吗？老子这就成全你！吴大夫是都师指派的医官，我看谁敢上当！医官，清理房的药送不送了？医官，近日疫情控制的如何？今天又死了17个人，不过隔离患病病逝后发病人数较前几日确有减少。嗯，那些患病的兵士有些躁动。要安抚患病士兵，传我的令，病死军户、视同阵亡，所欠赋税一律免除。遵命。这么多病患，就靠你一个人行吗？嗯。以往从来没有同时治过这么多病患，病症传遍又如此之多，好歹都师对我信任，我也只能尽全力了。
孙都是一次派人送来了钱粮布匹，多谢你还惦记着我们孤儿寡母。你这要是需要帮手的话，你个女人，在军营实在不便。你等一下，这个呀，是我这次值瘟疫挑选出来的一些病例的手稿。你看啊，你把它带出去，万一我要出不去啊。 你把它整理成书，也许后人用得着。哎，这次只问非同小可，倘若失败，未必我能活着走出这个兵营。你不要说这些丧气话。我呀，得去看我的病人了。来，带上这个。记住，这个地方不能再来了。 有了这个，别人不会拦着你。啊，通关也不能久留，赶紧走。如果这次失败，军中疫情蔓延，此生必破。运输。 如果这次能活着出去，我一定带你和孩子回苏州。按你估计，把全军粮饷都算进去，能够让我们撑多久？最多三个月。混账！不是，这也不能全怪他，告示已经贴出去三天了。 地方豪强至今还未补齐粮饷，属下带人去看测田亩，也常遇到恶奴阻挠。收不回粮饷，收不回那些被霸占的屯田，就收人。这些天，乔迁带着人马，丈量我们家的田亩，还打伤了我们家家奴。这孙传庭放出话来，再不交田交粮饷，就要抓人了。我家地也被丈量了，我家地也被丈量了。 去他娘的！莫非他真的敢动咱们？他翻了天了！咱们托周阁楼给皇上的侄子该收到了吧？我倒要看看这大明朝到底有没有王法。有天王老子在，躺着个球。各位，告诉他，大家所占屯田数目，正在经历私会中，等造册完毕，孙传庭拿到账本儿。 会怎么样，就很难说了。是啊，你给出个主意吧，我们都听您的。是啊，是啊，这大主意还得您拿呀。出来吧。这些年，你在我们这儿没有少得好处，该做点什么了吧？喜欢，喜欢。 把舌头伸出来，我看看。你这个病比他们都严重，突发病又传遍，凶险之极啊！不，先生，那怎么办啊？你是不是私自出过军营了？这个哪来的？不说是吧？ 我告诉你，这个病不能治，也治不了。你走吧。先生，生气乱葬岗。我是看这个衣服实在太好了，我就扒下来给穿上了。先生，求求你，救救我吧！乱葬岗？快点，干活，把它扒下来。不想活了啊？干活的时候不许沾面巾。 带回去，赶紧去干活啊！不管他正负，把这画上，快点！哎，着火了！经理寺着火了！快，着火了！快！ 快去报告主事啊！快去救人啊！快去哪儿？
王丽丽吗？就是。刚才抬走那具烧焦的尸体，就是王丽丽的。十几年，我到底为谁而战？为谁？是谁指使你们的？受谁指使？元琪，以百姓冒充兵士尸体骗领抚恤，该当何罪啊？官军的衣冠，我堂哥亲口告诉你的。义军正闹病，闯王正为这事犯愁呢。谁要是把他弄到手，那可是头功一件。吴衣冠，嗯，哦，是都师啊。这么晚了还没歇息啊？一个兵士白天训练的时候骨折了，我去照看一下。您还没有歇着？帐内闷热烦躁，出来透透气。哦，佑可先生啊，就我粗通的医道，霸黄乃虎狼之药，我见你给那些重症病人用量之大，这个中道理是否可告知一二啊？大黄性烈，可以杀人，故而医家都称之为将军药。重症用险药，铤而走险方有生机。若有差错该如何啊？都师，这世上什么药都有，就是没有后悔药，当断则断，错过一线生机，就生死两隔了。说得好，说得真好。用药如用兵，须有胆有识。只此乱世，得遇先生，实属万幸。都师明知道佑可的毅力与常理定规相悖，可又让佑可放手一搏。佑可谢这份信任。啊，
乱世难为啊。我能信你，可是又有谁能信我呢？谁啊？谁在那儿？哎呦！抱歉，兄弟，恐怕这次我不能跟你们去了，还有病人等着我回去呢，你们赶紧逃吧。怎么，给官军治的，给闯军就治不得？兄弟，在我眼里啊，没有官军闯军，只有病人。哼，全是屁话，带走。三弟，你把我们也带走吧。带就走不了了。你把我们也带走吧。三弟，等等，等等。三弟，我们不想死在这儿。等等我们呀。三弟，娘，夫人到了。夫人，这就是冯将军当年阵亡的地方。哦，孙豹，把东西拿过来吧。哦。放下武艺官，饶你们不死。今天来看您了，再过一阵船亭就要出征去打闯贼，为您报仇，求您的亡灵保佑他旗开得胜。什么人？上！快！杀我！快点！杀我！快点！你别过去！传命令的。别杀我！夫人别过去，夫人别过去！夫人别靠近，他有个命！夫人，孙宝，把水拿来。夫人，你是大明的士兵。我是孙都师的部下。杀了他！混账！本都是要带你回军营治病，放开他！兄弟，别怕，都师不会伤你的。啊！快，快的，别动，别动！闪开！混账东西！
我们要出去，别住我们，别在这里啊！我们也是奉命行事，别难为我们，放我们出去！都师即日出征，我等特备薄酒为都师送行，望都师旗开得胜，收复失地啊！好，那就为收复失地干一杯！来，干杯！来，都师，都师，干了！收复失地。收复失地，我今天晚上啊，就先把你们侵占的土地都给收复了吧。别动！干干干！别动！干干！干干！干干！都是娘！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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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不但私占军田，居然还敢以他人冒充因役而亡的军户冲抵赋税，其刑可诛，押下去。都师，都师饶命！都师饶命！都师饶命！就凭任其的空口白话，你想干什么？你能干什么？问得好。念查乡绅顾清远、勾结被指挥使任袭，私占军屯田亩350顷，斩；清退田亩，补交钱粮，所查家产如数充公。你们43家私占军都是害国之贼，314顷，斩首示众，家产充公。私占军屯田亩305顷。斩！魏存国私占军屯田亩180顷，斩！都是饶命啊！天下糜烂，百姓从贼，皆因饥饿；百姓饥饿，皆因无地可耕。得人心者得天下，你们知道什么是人心吗？人心就是良心，就是源源不断的后备兵源。这就是为什么他李自成可以输个10回8回，而我孙传庭连一回都输不起。恢复的不错，可以回营了。哎，一官，别急。一官，我听说大清过两天就要出关了，我娘病了，我想回家看我娘，我不想打仗。树又可不识抬举，夫人琴声曼妙，但营中有事放心不下，实在无此雅兴。何事放心不下？大军即将出关，众议区还有100余重病患，唉，又可担心大军一旦拔营，那些病患难以压服，如果瘟疫复燃，势必前功尽弃。佑可兄所虑甚是，但今晚我们只谈诗情，不谈疫情。来，喝酒。哎，这是你在随立功的最后机会，进去以后把所有门都封上，举火为号。只有西门可以出，那里留了口子。
失谁算寻常事？挥剑斩却家国仇，如何？杜氏心中充满杀气，令人不寒而栗啊！为臣者别无选择，只有报效国家，马革国事。尤可兄，容我私问一句，你觉得大明朝气数已尽了吗？皇帝内经有云，不治已病治未病，不治已乱治未乱。历朝历代皆是时兴中衰，其中道理又可以为皆是重御史之术，轻经史之道。我朝积弊已久，非一味猛药可以痊愈。举重！走，快！着火了！着火了！准备放！首李天佑聚众谋反在前，勾结人齐煽动兵变在后，罪无可恕，开刀问斩。明日便要出关，多亏你帮我控住疫情，尚可一战。杜氏控制疫情的方式实在是比无药可有效。那些染病的士兵，如果我带着他们，非但打不了仗，还有可能传染整个军队。如果留在这里，则有后顾之忧。那些闯贼一直在旁边窥伺我们的一举一动，倘若后方爆发瘟疫，出师必败。我并非嗜杀之人，但孰轻孰重，总得有人做出决断。武医官，你随我出关，做我的随军医官吧。吴有可是一个不知轻重的人，恐怕很难担当此重任。
战事当前，此时不容推辞。你回去清点药材，明日随我出关。都师如晤。后面没人。王朝兴衰，唯有医道长存。又可有心无力，唯有不辞而别。乱世苍生，各有宿命。都师，还追吗？别追了。您不是担心他去投靠那些贼寇吗？他有他的路要走。传我的令，出关。我和世宁在西安等着给你庆功。
谁在风筝飘摇，就是孤单时秒，照着烟熄梦。